我不是说了，没事。我好不容易混进来的，这两天我爸妈都把我看得死死的，不让我出来。他们是对的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不希望看到我来啊？我希望你谁都不要来。可是梅姨和舒他们。 你不想让他们看到吗？他们好担心你的。他们是担心，万一我现在出点什么意外，陈浩福会死无葬身之地。昊天，你别这么想，影响你恢复。我心脏不好，脑袋里还有血管，身体还有癫痫，我现在连手都没了，浩浩对我有什么意义？ 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还要来看我这个丑陋的人？昊天，你别这样，你心脏不好，手没有了，你还有我呢。不管你怎么样，我会一直守着你的。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 想再看看你，什么叫再看看吗？以后什么时候都可以看。文静，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，但是也很容易被人骗。还记得第一次你撞我车的时候，你还把自己的联络方式贴在了车上，万一落在别人的手里。 敲诈你怎么办？那天那么晚了，你还上我的车，万一我是坏人怎么办？现在想起来还是挺后怕的。还有，你给陈浩福写保证书，你怎么就不知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呢？老天，你今天晚上说的话怎么都怪怪的呀？ 上次不小心把他压坏了，帮我修一修。嗯，那我明天拿去修。现在每天晚上不吹两下，我就睡不着觉。你是不是怕吵着别人啊？我以后不吹了。可是我想听。好，那等修好了。 我再吹给你听。 那你早点休息啊，我先回去了。 门口的，你有什么事？我有点饿了，想吃碗粉。这个，不愿意是吧？好，那我让梁健给我去买，好吧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去，只是您要把门锁好的，不要让别人进来。
谁该是我的爸爸，我又该叫谁爸爸呢？想不到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，连个亲似的人都找不到。失去了亲生骨肉的孽子，付出了太多。我在九泉之下，也必定会感激他。连同我的梦想、爱情，一起都带走了，为的是让你们快一点、早一点地忘记我。但愿风轻云淡，可以洗清我这一生被污蔑的。今生无缘，来生必是生当人杰，死亦归雄。去，包括在董事会上，也是我指着黄连宝说出你的身世的。你说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有，有。你去求求你爸爸，让他不要杀我，好吗？把我那个屁给放了，行吗？啊？好，我原谅你。真的，浩林，真的吗？你可以走了。不不不，浩天，你在耍我。滚吧，浩天。滚。
啊！王八蛋，赶紧往那跑！把他带回去，哎，把你那猪手洗干净，等着我。梁总，梁总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我是来求昊天原谅的，他已经原谅我了，真的，真的，他原谅我了。昊天说的，真的，你可以问他呀。带着他，梁总，梁总，听我说，梁总。